中国还可以啊，中国人不害怕的，是吧？不害怕美国，美国人打不过我们呀。他说怕我们，霸道，欺骗啊，打仗不行。纸老虎你明白吧？纸老虎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这中文太好了，俄罗斯厉害了啊，厉害，他们武器厉害，俄罗斯人看到俄罗斯也害怕。现在中国人就恨日本人，看到日本人假的。日本人假正经。 就是除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外，你还会喜欢别的女朋友吗？我们喜欢，你喜欢吗？到三个，我们喜欢找一找。有的话，有能力的话，可以多找一点嘛。精力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西班牙踢球踢得好，翻译呀。所以我要玩呀。打仗打。所以我要玩呀。连翻译翻纸老虎就翻不过来。嗯，英译可以。俄罗斯厉害了啊。